地铺站的 D 出口，左手边行五分钟就到这个隐世的童话白色小屋，有些人叫做爱丽丝花园，亦都有人叫做希腊小屋。实际在这个荔枝角公园入面的一个很隐蔽的小角落入面，我都去了几次才找到的。咁荔枝角公园呢，其实有好多特色嘅建筑物嘅。咁佢最出名就係呢个岭南之风。咁呢个系亭台楼阁啊，古色古香啊，咁好多雀仔喺度。咁大家参观完呢个希腊小屋啦，咁可以顺便参观下呢个荔枝角公园。最紧要去埋呢个岭南之风参观下。咁呢度係好适合一家大细啊，尤其啲情侣呢嚟到呢个地方咁可以打卡啊，影下相啊，係一个值得推荐俾大家嘅地方。碰撞，心弦牵手牵，幸运烟火闪过，牵挂满心田。你的眼神俘获了我的心，爱情故事开始于此点。还有翱翔和我们作伴，岁月如歌，天你在香港。感谢观看，记得订阅《香港背包》，有新视频第一时间通知大家。